父啊，愿你喜悦我们今日所献上的敬拜祭，我们一起同心来低头祷告。全能的上帝，施恩的主，我们是你卑微的仆人，诚心谦卑地感谢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恩惠，也以仁慈施恩款待我们。恳求你在每个忧伤痛悔的人心里成就你所应许的救恩，赦免我们一切所犯的罪过，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恶，永远保守我们，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，让我们愿意时常跟随你服侍你，也恳求你凡事在前引导我们，时常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奉你的名开始，奉你的名完成，将荣耀归于你的圣名。也恳求主圣灵恩膏今日牧师讲到的口才和会中听到的耳朵，将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教训。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我们透过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所有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内容在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节。我们透过大声的朗读，我们父神所在马太福音留下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教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节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愿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我们现在透过王金才牧师的讲道，有福气的人能把忧伤化为力量的人有福了，能够在这当中得着建造以及得着安慰。请王金才牧师。